真算山尖了啊！走过我们的候选会之后，大家可以转身向后看一下。这里是你的办公室啊。走进来，请窗的村长接待室。这些老房子来的接待室，接待的都是村长。那么呢，我跟看，这个是村长的公文包，村长，该你背喽。这个不是我背的。哇，这里好多老物件呢、啊。这应该是饭盒了。收音机啊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今天我们兄妹一群结为金兰了。你已经金兰是吧？从今以后平平安安，岁岁平安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一辣。一些生活的规矩。第二个手指太长了，太长了，连手指太长了，太近了，打不了了。哎，我们家好像是打谁打？中间还是打下面？下面。你小心了，小六。啊，小心了。怎么打不响了我？小心点，鞭子。你俩一起抽。赶紧。玩过吗，小六？一定要让他弹的越多，他越响。哎，差一点点。说得好。进来。哇，厉害！我说你练手。哇，厉害！小六，再来两个。好，哎呀，好近啊！差一点，那你进来。投得好！哎呀，差一点，一不去就差一点点。哎呀！